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福气来也》，我是吴怡蓉。我们陆地空间设计都好哈，陆地国家啊，人看的心情会过好啊，韩国会过好用过实用。今日的来宾呢，伊都是一位空间设计师，伊体北埔上十年了哟。不过按旧呢，伊从重庆搬到南埔来，陆地设计师钟志豪钟刚，欢迎钟刚。主持人你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张志豪。欢迎钟刚，钟刚是屏东嘉东人，错冇？你先同我们小解一下你的成长背景，好吗？我是屏东嘉东人，嗯，啊，我读国中、读美和中学，毕业后我又去台北读书。哦，哎，国小吼，因为嘉东人高中路还去睇屏东读学。都好，我也属于睇中大，所以还有讲，哎，我去中大读书冇？我后来又去就去台北读。一个健身工专哦，加下迄套工专，加工专系学物嘅，学机械，我唔系学室内设计嘅，我伊咪后来从一个土木科嘅学长挖土，有下课有体内挖土，啊我又看到广告关于平面图嘅设计，自己很喜欢。所以我就是想说，哎，那我以后是不是可以走这个方面？哎，你屯学长挖土黑机械科没有挖土哈？哎，我中屯土木科的天数挖啊，里面我有嫌弃啊。哦，你万岁如果好挖土的这种？嘿，万岁，我国小也还有国好挖土啊哩。哦，啊，那我没想过我要土屯挖土有关的科系，就去土机械科咯。头摆又讲机械工业之母啊。哦，嘿，阿古所以还有无上安多，有读起来考，啊，但是吞琼阿了的全部中土木科的，系啊，有天数因的挖土，有安尼变啊有兴趣啊。哦，你讲爸爸啊，哎，看到个广告的设计的，嘿，平面设计啊，嘿，啊，又后来爱睇金门作品系几来爱有上工，爱在前咧补习班，有去学室内设计。哦，你作品那时间几天？讲我下礼拜会。都好，我一下作品归来有看到一本室内杂志的创刊号。哦。后来我又想讲，既然我这个有兴趣，我应该唔要寻条路，应该去寻补习班。哦。我推阿多，我又去先去寻补习班。哦。啊，又学室内设计，简单的去上班。哦。啊，因然后我能转过去又做室内设计。上班是上相关的哈，哎，无相关，一下办的补习，啊，我因为存钱，啊，又一边补习一边工作，半工半读啊，哦，退伍的当半工半读，哎，算去补习班的啦，唔系正规教育，唔系正规，如系为到我存嘅嘢补习的钱，如去打工，嗯，咁你工作系乜嘅咯？打工系乜嘅投入咯？又在广告公司送一些资料啊你。哦，因为你都有上过，也要做相关的耶。古时候给打工，如还是有签字的啦。古时候后来我摕诺贝尔奖过送的营养呢，我又去室内设计公司第一监工开始做来啊。哦，监工是如何重论欢迎来做诶？嘿，又去现场，吼，师傅在施工的海去现场监督，吼，啊，看屯设计图有无重样无？刚唔加下睇好嘅时节啦，有读到乜嘅高铁票的机运哈，有读到乜嘅好嘅欣赏。因为我呢一下补习班系我开始睇，诺贝尔做监工，啊一下室内设计协会就会办一些讲座，啊一下讲座哈，又会请几多欣赏去，有国内的一些大师级的人，像杜文正、姚仁禄、关传勇，因呢也等于就会去上课。啊！一下眼呢，佮好奇要去唐人的课，啊，连续攀了好几年，啊，我又第一启发到很多东西。哦，啊，你有谈论一下先生好吗？其实也是后来几年，后来我去甲做又拜，我提做沈阳建设的食品委时节，拄好一个设计师是杜文正，啊，我提做工商，啊，又拜一个警卫讲，杜老师来了。古时候还有读和读到读先，啊，还有流落来批，好批看现场有乜个问题冇，然后听听杜老师啊，提解说工厂进行的进度样样哩，
啊，后来又聊到蛮还不错嘛，嗯、啊，又同来要了一张名片、哦。可是其实结束后，嗯，我就想说，那我怎么样可以跟杜老师有一些连结？不说爱提一个耶诞节的时候，我就写了一张贺卡给他。然后后来隔年的元旦左右，有七家打电话问我讲，哎，刚有机会的同我来批下嘛？哦，后来我又去提伊的天书啊。哦，因为伊的台本中做纯设计的，不说我又提天书又负责工程上面的东西啊。哦，嘿，不过唔咩做室内设计咯，又有工厂哦，工厂有喂。因为室内设计也要去现场施工啊，所以本来就大家都应该都对，应该都要哎，对，只是一般我们都分成两个部分嘛，设计归设计，施工归施工。但是一般我们现在台湾的设计公司，大部分都会结合在一起。哦，其他大部分都结合的，冇本都按开的，系咪？明明俺的市场冇安排啦，不说俺的准备穷下做啊，你啊。哦，路边都很难，我做猫哎。系啊，佢对头啊，设计好诶，连制作，然后路可以吞，系啊，做多米种全部安尼，大部分也蛮台湾咧设计公司种安尼，哦，嘿，安尼规模冇安泰啊。刚讲一开始七家成立公司，当然一开始对 C C 一开始做嘛，吼，刚还记得冇？你哈安尼非常，诶，咩鬼多年前诶哦，吼，嗯，一开始做诶安尼，有冇个印象过深诶冇？我后来又做到一个个体别的有印象画廊诶，画廊嘿，特别是雷安路的印象画廊。啊，伊还做伊买一通木，但是有三分之二资本玉山银行，啊，三分之一伊可能签是这个城市的信用，故说我呢又身体谈一个三分之一，但是谈三分之一的时间又要吞三分之二。以后收回来的时候要能连接啊。哦，嘿，啊，你用唔抵三分之二，行一百会变麦嘅，用唔抵哦。诶，因为伊个空间全部买落来，伊是摩哈土也蛮熟过来，伊也蛮有租也蛮有量嘅。嘿，古时候安尼，开始都做三分之一部分。设计好可以也贵嘅设计，唔过可能抢先做先做一片，嘿，啊，后来能够做三分之一啊。哦。啊，个画廊做起来有嘛个唔敢会特别的所在？因为画廊的东西同阿一般人做诶无相样，比如讲伊个开关面板，阿个一般的阿个开关全部设计在一米二左右的高度嘛，阿个正常阿个嘿，正常开阿个有开得，但是特别阿个做一下伊讲唔错唔要阿尼啊，因个伊有使用习惯嘛，不说有。相公，我要美观，所以我把它的高度降到底下。我宁愿我蹲下去按开关，我不要在看画的时候有被那些太粗哎，唔好看，不会影响伊的视觉啦。哦，不说安尼东西一般，因为读多业主人有法多去了解因安尼习惯啦。哦，呵呵，故说甲他做个画廊，一个月方比算台的哈，台湾的哈，算台，因为。设计因为有两部分嘛，伊咧第一阶段要做诶，第二阶段要量然后，咱停在那里做。故说连那里设计都全部完成，差不多四五年的时间。按旧哦。但是是分两部分那里在做啦，嘿。哦。嗯。故说这些设计都是因为一般一开始设计可能是人体使用诶。好，同花龙的概念会无强用，无强用，无强用，无强用。好，古早佮对应，如系有一些冲击，系咪？如诶，同个一般设计的东西，系个想法无强用。啊，因为有一线画廊啊，有几多展览，有雕塑品，古早以大大小小的空间又分成好几个区块，这样子。哦，哦，佮你第一摆设计画廊啊？嘿，迄第一摆。哦。古时有安尼机会啦，因为安尼台湾。啊，你属于大型的画廊某一道间，啊，后来个神奇又会做迄个，个到电视节目、电影、广告，又提租场地来拍戏呀。哦，系啊。如表示讲设计也过好哦。伊个空间感个无强用啦，啊，故说场域来讲，它如果要
当一个主题性的那拍摄的地方也蛮好的。那广告也蛮常去那边拍的。哦，刚刚设计都安好的成品哈，因为佮设计好玫瑰球诶，好，能顺眼呢，好能顺眼呢。刚刚人家还会讲，一听迄七个满意的作品啦、啊，啊，不过睇设计的时间，如果感觉讲哦困难的东西很多哦，不然呢？因为看法要无同样啊，比如讲伊雕花的轨道诶，一差五公分，伊也很擦黑。哦，嘿，因为伊个要求伊个一个高度啊，雕一道一道，按压你总要因个策展有经验咩嘢，不说睇很从过来过去，有时啊过啊食物冇个欠咩，但是又新的得出业主啊，不说又马上去完成伊个想法呢。哦，嘿，哇，按多米冇蛮济的东西呢。贵多贵多，因为伊个策展的东西又有雕塑品嘛，啊、又有画，啊，雕塑品又大大小小，嗯，所以比较多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，贵多，某组都唔敌的东西，爱伫讨论，嘿、嗯，啊，又想讲伊个感觉唔错啊，未必系唔擦起来。感觉唔错，感觉唔错，系、哦，安尼唔咩安尼，唔咩伊啊，伊个想法，嘿，哦，唔过亚洲系咧拍功力大增。有啊有啊有啊，哎，头头中间来讲到伊个也个台北话作品之一咯吼，刚刚来聊一下听国际小强中间分享伊个工作存在吼。都从来福气来嘅现场，然后今日在内边呢，系生理设计嘅专家，总之好总监哦。好多总监讲到一啲，其中一啲嘅出算系代表作吼，都系发落一啲英雄发落嘅设计。啊，你去甲佢公司接班过后，嗯呢，我呢系喺喺出价嗰度哈。我呢后来做，我呢买顿建设公司批下，嘿，我所谓做一些食品屋，哦，嘿，对。食品屋的意思就是已经气候的，气候的，啊，有一个给屯样品屋有朋友吗？样品屋就是拿两杯摸空地这样的气候下来的这样的样品屋，哦，啊，食品屋是地杯做，哦，整个两杯开了做好的，做好的，啊，我其中几件，嘿，做本人看的，做本人看的，做本人看的，哦，给我们的设计会有什么能够注意的东西吗？其实我们建设公司请我们去做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空间放大嘛，哦，一般那种讲隔间隔个太多啊，会感觉一个卡趴的，就说我们通常要囤格局做一些变动啊。哦，如果你批看起来，哎，规划的哦，吼，也无规划。有可能要囤一间做成书房，啊，做半穿透性的安尼房式。有可能就不够太强，啊，视觉要延伸啊，你讲。嗯嗯，古松黑屯建设公司合作的股东，屯一般呢，个人呢业主。后来大部分呢也不靠建设公司啊，你啊，因为建设公司做诶，黑总讲买木柱看到好，没要请人呢，古松按你的机会要够多啊，哦，延伸性要够多啦。嗯嗯，建设公司做回来又和做一般买不给人的银行的地铺的装潢啊哩。哦，系哦吼，如果传啊吼，哎，一个设计又过好，去卖人设计的。我呢没有做过建设公司吼，一摆请六个设计师，吼啊，做六个样，做六个样品屋出来，啊，后来又变来先出前几名吼，啊，后来我呢又摆又多，嘿。投研做的哦，你六个人做，从比较啊，系比较啊，硬咧做到第一名，故说硬咧业务又要大增，因为第一名诶，我叫你设计师啦，哦，系啊，硬咧就做第一名，系啊，还后来硬咧又提一个设计做诶施工服务啊，哦，诶，确实吼，硬咧机会会过多，会延伸会过多啦，因为迄种讲硬咧去搞，我去请人哈，
冇咁簡單啦。係確實咯，因為仲係人人建設公司冇嘅先起嘅嘛，嗬、啊。那我來開始有設計安尼。然後看到家己有講想講，我有前面設計時候嘅，因為有做過啊，出來成品咩人嘅家己嘅。我说安尼个讲无嘛个问题，因为伊啲视频有看落个东西，就伊不开样式就差唔多啊。哦，嘿，讲无安尼有其他问题啊。哦，噶唔同人客啊，客户睇沟通嘅时节啦，像安尼一种外行嘅人吼，如果感觉系啊，初讲嘅啲室内设计过重要啊，不过一定有过多会误会嘅。你感觉讲安尼一般人过会睇同设计师讨论嘅时节？有某个东西是常常没有把握住。一般安尼，想要先把平面图出来嘛。啊，安尼一般要很银行吼，去看杂志，看伊喜欢哪一种类型。啊，同安尼沟通。啊，后来安尼平面图确定之后，我们会把三 D 的图面呈效给他。哎，比看伊出讲，他摆作风来很容易，因为也蛮把三 D 的。金个金铺诶，天罗个金铺诶，我说金也蛮擘出来东西吞，黑白做出来又八三要强强啊。哦。我唔会按乌飞头摆，中央异想天开，伊讲擘个唔要躺唔实。嘿，你头摆会读到擘个个难沟通嘅情形啊？有，比如讲伊讲嘅风格，按道中风格，伊讲巴厘岛，结果擘个按到巴厘岛，伊连伊只家唔敌啊。古时候也蛮要透过照片，你看你喜欢怎么样的样式，你多准备一些资料，然后互相的讨论。那刚刚室内设计要沟通的问题啦，那种个一般人啊，同设计师要好好沟通。那刚刚各种误会哈，全部用沟通不良，那有安尼误会啦。哦，那种个有好好的沟通应该。唔会有安尼嘅问题。哦，佮伊沟通不良，系咪？唔可能像讲伊个抽象嘅东西，有冇本设计师参考？系也佮伊个抽象嘅东西，可能有诶个想象诶，本能参考诶，咱伫讲言论讲诶，系同阿想诶，可能有某个侦查。好，冇做出来也咱比如观察咧。哎呀嘛，有三 D 也是帮助很大。哦，在沟通上面就可以。避免很多的误会，这样子。刚有一般人会想会要求的东西，你们会感觉讲，也个唔适用哦，也算也个唔好哦。大部分系嘛个系，你感觉一般人想会嘅，可是，在设计师会觉得其实唔系够好呢。一般也蛮有要想讲多一间房间，但是一种房间有可能冇必要用到诶，但是又要想讲。我要喺有一啲客房，我搬进来。Oh. 其实我哋人民中，我很易讲，我哋用一种好很多多功能嘅方式，冇讲隔一间冇睇用到嘅东西。平常用唔到的。用唔到啊！按隔一间，按是在做半开放嘅，平常他讲人是在做一个小书房。哦。啊，种有朋友来，有是在土方里边嘅一啲房间啊。哦，如果一间可以做间房，冇。做来路系简房，因为平常冇人睇嘅，系冇人睇嘅啦。哦、啊，古说啊，你嘅种个沟通啊，沟通系好不必看，以为感觉哦，啊你应该是啊你错。哦，系，因为假使一件如果你家睇嘅有冇用到，该弄系咩？该弄系，该弄系。哦，因为又买木又昂贵啊。系啊，系啊。哦，古说太一个空间。搞起来是安尼，啊有嘛个细细细方的东西，嘿，你感觉，可能一般民众会想会做，比如讲可能会贵个做到档次的东西，你会感觉安尼唔好诶。安尼一般也蛮收纳的东西吼，要很木柱要做过多啊，但是唔要用做木箱啊你的档次，因为也蛮系统贵吼，贵发达诶。嗯。故说安尼要建议是得用系统柜去取代传统的木工的做的那些主柜。哦。如果假使有拍的大山，嘿，每个好移动，个好擦，甚至唔是擦。系统柜是摕工厂裁切板材，啊来现场组装诶。嗯。故说唔哈摆爱板造，唔咩是得请师傅来擦黑。啊，板过去，啊，重新组装翻来，唔会弄起啦。哦，躺起来，假使挖个出来，硬路做会出来。
其实我们台湾的师傅的技术很好，台湾我们在做小监工业，他因为处处接触我们说奇怪，用油按油啊，都天花板去做圆弧的、破浪的，我们根本想不出来。但是台湾的师傅够厉害，以前从哦用笔打用啊哩，又有法度做到破浪的天花板。啊，亚曼又过好，亚曼因为有天炉诶，不说亚曼又用天炉去挖出来，特别用师傅去教你去，现场用打用诶啊哩打出来。哇，嘿，啊亚曼用电脑绘图诶，功能问题。嘿，不说亚曼咧奇形怪状的东西，我咧看老伯过到样品屋。很多破烂的东西，它也可以做得很漂亮。工作做设计，唔但像系唔个几个美感嘛，吼，设计嘅能力也好。然后想讲，其实人嘅沟通能力也够好呢，因为唔都系做本人学嘅呀，唔咩讲爱用嚟做，唔咩像。虽然我想讲爱做嘅东西，我从艺术品培养，唔过还系有人学嘅。我说，一个艺术品爱人学有价值哦，有难度还够高哦，一个咩本人学训练出来呀？哦，因为做很多年呢，一班一班的沟通，慢慢的，因为第一年他需求是嘛个样的呀？也是透过时间的一些淬炼，现在就会比较容易沟通了。哦，刚你很多年，你有跟我讲很挫折的时期吗？挫折的时期。哎呦，可以有人摸咧！唔咩？我想讲，我也做室内设计很多年，挫折的时候就是印象画廊那时候。哦。因为过来过去啊。哦。过来过去啊，木主阿伯又要同我讲啊，用工很多摆又无做好，但是伊想的东西，我咧唔咩一下又是得提做出来。我说必须要又唔敢骂我呀，又。要坐落来沟通啊！哦，啊，我还要上冰岩，我追求冰岩一点难做。啊，我上我一下深度上讲，迄种讲我也管过去了呀。我下摆去做设计啊，我应该全部冇问题的。哦，故说我做下，伊个家又同我讲，唔冇容易哦。嗯，如果都同我的先生啊，你劝下做些。连阿姐都安尼讲。连阿姐又讲唔简单，啊，一下又想讲，我也管过去咧，我还摆提室内设计，唔论读到慢个，我总是得处理啊。哦，我个印象画廊系算早期的时间咯。十多年前嘿。哇，古时候人家哈鲁读到大魔王诶。嘿。做系鲁功力大只。过去。哦，连阿姐鲁提讲哦，也鲁功唔咩安好处理诶。系啊。哦，鲁摆剃头诶。嘿。你安尼早期鲁读到其实喜好呢吼。系啊，啊当初安尼七家出来做，咪经过七家安尼七家做，学唔到嘛东西。啊，后来又读到杜老师，嗯，啊，天天伊做有一个好处啊，因为俺像讲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嘛，因为伊咩迄台湾的一个大师级的师长啊，嗯，故说俺伊爱天天伊，俺又感觉我们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等于说他帮我们练功啊，一个又想练武功啊呢，他可以打通你任督二脉，嘿。而且它可以打通你任督二脉，那我觉得让我的东西更宽广这样。哦，你唐一伦玫瑰好运哦，如喺五个大魔王的时期吼，喺早期啊，如加上如练功，如练到武功秘籍，如看到，如演练呢。古说后辈，那我从外头到门的时间，我感觉古从没毛嘛多呢，因为艰难呢，其实过头前，过头前又多啊。后来我哋慢慢的要先练下。嘿，我沟通迄种讲，处处你伫谈某呢，无安顺利，其实你要选择放弃。哦。因为俺咧做安尼事情是，唔咩一天来做，吼啊，俺咧爱囤做，一天要囤做好啊。嘿。啊，一开始无法度沟通诶，俺咧想讲无可能无法度囤做好。哦。无法度做到五个七家想法，咩五个要求无啦，有可能沟通诶问题啦。嘿，因为。如果差不多如地讲，唔想象的爱可能同爱所长太太的，吼，假如先喊停喊卡安尼，吼，过起码会按到经验嘛吼。啊，
中间呢也过奇妙一体特别，你看一天安的接过多哈，生意做过太，不过呢也很多人以创新啥用用转南埔哦，噶一体南埔做很用的去安的呢，俺能了解一下过来请教伊。多转来福气来嘅现场，今日的来宾是室内设计师钟志豪总监，总监体台北有30年了吼。啊，侬要按旧相公，我多转来评断咯。因为体台北忙忙碌碌30年了，啊，俺咧做室内设计，俺就要相公，俺黑白有冇个好流落来？啊，做室内设计全部做诶木柜啊。嘿。所以俺相公，俺有机会。归来做建设，嘿，后来我又归来屏东，伫潮州开始起步的。哦，古早唔想去做迄贵东诶，如迄唔设计诶，对老辈都迪拜。因为头摆做室内设计，必须要同人打敲墙壁。我们进去的时候都敲敲打打。啊，我会有一种想法说，我们为什么不从建筑物本身就把它的架构都做好？就不需要以后室内设计的时候再来敲敲打打这样子。哇，古早计个设计都唔系室内设计的哦，系古业建筑嘅设计。古业建筑设计。哦，咁古早唔路屯人冇强用咧吼，唔系也唔系冇强用，路边咯一条龙。哪边啊？老板选设计。我是由内而外。底部选设计。底部选设计。哦。安拢建筑设计一体这样子。哦，他们咁有人安尼做？其实睇北埔安尼规模唔够大啦，因为迄种个大建设公司冇可能安尼做啊。啊，古说大部分从同阿安尼背景的人，细安尼安尼做。古说爱归来屏东咩，基建安尼做啊。哦，咁我安尼上迄咩迄，我感觉讲，有诶。我地板也感觉我设计也过满意，不过个老板吼，我色彩唔免过介意，我安尼想的。系啊系啊，因为有安尼个想法。嗯。啊，拄好我一个因缘机会，感觉伊喺潮州的西新的茶站。哦。我感觉伊个改变契机的改变，所以我就毅然而然，我就决定回屏东做建筑这样子。哦，刚你阿过去呢，某一天我去噶。下来啊！你都喺世纪如何啊？那我想讲创新贵嘅，我常常都。我感觉啊，你嘅东西你不只是设计，你在结构的一些中间，你也都是要看得到，才会完全是你想要的东西。哦，嗰种准确嘅物体设计。系啊。哦。特别贵啊！来嘅上怀有很多传家嘅大院啦，做一杂木是在传本后台啊，你嘅想法。哦，不过我的想法唔系讲爱去夹钱嘞吼，系爱做嘅物系你买嘅可以传本伊嘅子孙嘞。不说爱替咧欧尼特潮州很多潮州大院，就是传家的大院，哦，把它的规模，就是说你即使有三代同堂，你也一直可以传承下去这样的概念。哦，如果做多30年呢，我本去个韩国国外一堆木牌哦。如果像我头讲，我做嘛个作品可以继续传下去的。嗯。我说给阿有阿你的想法，给挑战系嘛个？当然阿你头摆做室内设计，又会发木租的钱。嗯。也嘛要做建设，而且个先拿钱出来啊。哦，系哦。一个国泰转变啊。嗯。哎，无人先拿钱不能呢。哎，无呢。而且个一天，而且个拿这个钱出来。气候人来看，又家己哪屯买木啊？古说安尼挑战性过大，投资过大呢？嘿，过大。啊，古说替咧安尼想法上铁道啊，是上啊铁好诶。古说处处是啊，系买家私摕潮州天花板的家私。古说无安好卖。家私系咪屯台北差唔多？差唔多，但是。因为规格无强用啦，台北可能一亿安尼2000万安尼，嘿，
但是两千两万台车主已经算天花板的价位，嘿、哦，不说有买吸引人啊，买下啦。哦，哇，这个哇，真件心脏也要过胎呢。系啊系啊，不说后来我又要变胸怀讲，我呢也蛮去搞爱规划下一个案子，一定要符合市场的一个需求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品质做好。但是我们的规格不一定要像原来那种规格做的那么大这样子。哦，你敢讲安尼设计啊，南北的差别系蛮多啊？因为南北的物价没差清多，嘿，台北一平百万起跳，台中五六十万，哦，按南部安尼呀，搁亲民一些，故说是得可以发的钱无穷用啦，哦，嘿。刚安尼设计起来，对地皮多那么贵啊？你设计个花时间都还够长的哦。安尼规划的时间会比较长，因为我们会觉得规划在先，就是如果你规划的好，以后买家买去他不用再敲敲打打。故说安尼花在设计的时间够长，民众可能几张呀，安尼要花喺一年的时间去设计安尼。啊，起步嘅时间仲差唔多安尼。哦，咁安尼多做了一多年咧，七八年咧。哦，有七八年。七八年。好，咁安尼江苏用咧，如喺睇南埔安尼，你敢唔讲比睇台北个好，还是？因为几来七八年咧，慢慢地适应咧。嗯。台北几啊来，满都因为南北的价差的差异性，还有做事方法的一些差异性。刚开始还不能接受，哦、那这几年，充满给你会讲过讲，哎、欸，可能就是行动力啦，哎、欸，因为北部的人够战战兢兢啦，哦，哎、欸，俺们南部因为悠闲一点，够太白吼，够悠闲啊你，哎、欸，啊慢慢的也蛮讲，每一种生活有每一种生活的好处，吼、哦，不说俺们要适应，归来又要适应俺们本来，俺们本来有移民人的。啊，安尼台北离开安旧诶，几落又爱适应入边个地方安尼。嗯，啊，除了讲诶，一个诶，可能做法吼，计无轻用，还有物个你感觉诶，屯台北无轻用诶，你说吗？我感觉也蛮啊吼，因为那个科技进步哈，所以我觉得南北差异慢慢最近有在减少。哦，嘿，因为也蛮咧资讯发达。台北安尼爱取得知识无安简单，也蛮一台电脑用个看物个重要诶。故说安尼慢慢哩来啊，我感觉南北差异慢慢哩要变小。嗯，啊，也今年来看安尼屏东也咩进步过多啊。嗯，嘿。嗯，啊，你用来看安尼更加台湾咧设计诶市场啊，从。三十年前发售两个台哦，也蛮市场盈利个成熟诶，也蛮有诶，是得透过三 D 去做沟通，所以误会我觉得也会比较少了。嗯，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市场反而比以前更成熟了。嗯，过后沟通诶啊，因为爱看到爱三 D 爱要定爱黑白无爱变难用诶，故无头白安尼用图呢，哎嘿，嗯个想法同爱想法要差异性太多。啊，也蛮透过 3D 的一些呈现，不说沟通，过后沟通诶。哦，银行咩资讯发达咧，银行去干咩要去做功课？无有，无有，不然也蛮咧银行将全部电脑打出来，一条一条同讲哦。哦，嘿，伊咧去干需求咩可以够清楚表达啦。要做功课啦。嗯嗯，刚安尼看，当然咩看过几多诶，无去用个设计，你只要感觉唔诶匹配系嘛个，都系唔做设计有嘛个匹配的哲学。我觉得空间不要太局限啦。有安尼一般做木地板，安尼唔是提供格局要变成三房两厅嘛个，安尼几多公共空间它是可以共融的，比如说我们的客餐厅跟我们的书房是可以结合在一起，不用一定要隔间隔开来，然后多一些多功能室，让它的空间是比较灵活的运用啦，莫按古天讲，一间要做物个安尼啊。嗯嗯，嘿哟，俺的观察，俺的规个台湾的室内设计的一个风格啊，应该也有转变吼。如像你头头讲的，以前如许一间一间都隔好诶，好隔死诶，不过更加想法会更无强用。
伊咪也蛮咧人咧思维过多种。头摆安尼讲咧三房两间，伊有可能一间又一间房间又是得的啊，其他伊就做公共空间。古所也蛮咧灵活性过多的啊。某一天咧一到房间，啊一间又做物个物个，古所也蛮咧挑战又个灵活安尼啊。咁你感覺對一下後生嘅啊吼，更加你來做室內設計嘅，伊呢咧挑戰同呢家下有乜嘅夢想有？我感覺出家功夫啊，嘛要先練好啦，啊，同人合溝通，啊，也蠻一天內透過 3D 的一個溝通，盡量不要造成跟客人的誤會，哦，啊，提施工品質嘅時節咪要注意吼。售后服务也着嘛要注意安尼啊。啊，总敢唔更加有物个，佮想去做还唔想做诶嘛？我也蛮咧想法，有在屏东是大院系列，院子的院，啊，并愿望的愿，大院系列。好，啊，大院系列院子的院就是传家的透天模式的。那愿望的愿就是以小家庭为主，两房三房的电梯公寓。我是得留落来本频道某个东西啊。哦，你感觉我可以留下来用某个要素啊？一天我本人看到一个建筑模式，同当地某马穷样啊，又是得耐看，是得留落来。本人看到哦，某穷样同亚曼的企业目中某穷样啊。哦，嗯，都祝福中间的愿望可以实现啊，提。也个平度国去开花的，毕竟非常感谢钟志浩总刚同俺们分享个专业盘古人生故事，多谢。谢谢主持人，谢谢观众，多谢。加乡亲朋友，继续谈论欣赏，好好运通。各位福气来的观众朋友，有请大家去到俺们的脸书粉丝专页面章，还有听页 YouTube 频道，随时发落福气来的消息。